内环路是广州市中心的一条环形快速路，全长26.7公里，大部分路段是双向六车道，全线共设有74个出入口，像极了日本首都高的 C1 环状线。看起来老马六呢，是真的有一种老宝马的感觉，底盘紧致，方向非常的重，但是路感就清晰，动力不大，你需要用技术让它跑出平顺的感觉。其实你也不难明白，为什么当年马自达六一出来就让大家记住了它运动的名字，因为这台车真的是太好开了。换了一台顶配2.5的阿特兹啊，其实这台车开起来跟刚才那个马自达六呢是完全一样的风格，但是它的这个驾驶呢会比马自达六要轻松很多，而且呢最好的就是这个变速箱那种响应速度啊，再加上这个拨片，哎，其实这台车开着会顺手很多。如果说马六是曾经的桥上王者的话呢，那这台阿特兹就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。在高架桥上最重要驾驶就是要平顺，减少换挡和刹车的次数，这个6AT 变速箱只要你没有突破红线的话，特别愿意去降档，降再降，而且你看这个自吸发动机的油门响应，哇，哎，准备进弯。哎，过弯的时候支撑还可以哦，你在过每一个弯的时候它的极限在哪里，我经过每一个桥上这个接缝，这些都是这台阿特兹一直能传递给你的东西。咦，186啊 ！Come on！ 把86甩开了。只有我才真正的桥上的王者。东濠冲高架位于广州，是一条贯通南北的高架桥，90年代是地下飙车党的圣地，以弯多路窄而著称。但是我没有开过东濠冲哦，让我先开启教练模式。请系好你的安全带。我准备好了。你为什么还是那么紧张？没有跑过呀，这第一次跑肯定要有一种认真的心态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走在这个环线上呢，最重要就是不要超速，关键是跑出节奏。这个我明白。所以你不需要讲解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选择 AT 模式。教练有点无语，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哎，其实它整个底盘的调教是要比老款的更加舒服的，但是它还是这种比较硬、比较运动的调教，毕竟改得软趴趴的，它就不是马自达了嘛。而且它整个隔音其实也是要比老款的更加安静哎，但其实我更加喜欢把转速调高，然后听它这个发动机的声浪，发动机是真的好听。我心情好强啊！教练强行切换手动模式。才能感受到真正的那个降档，降档，再降，再降，再降，转速上来，好，走，给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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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切进去了，不用刹车，可以的，这个速度，
好，进隧道，降档，降档，听发动机的声音。好，走进去，给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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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觉得它整个车身的支撑。升档啦，不要说话啦。我觉得它好开，最重要是它传达到方向盘上面的信息是很清楚的。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马自达比现在的宝马更像原来的宝马？我今天好端好冲，真的觉得自己开得特别好哎。你准备好新的挑战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要进入隐藏关卡。你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东豪冲的路线，而且要保证水不能溢出。还到吗？有点夸张哦。是考验你真正技术的时候。我绝对谁都把握。其实讲真，你今天开这台车，我觉得如果你能把水洒出来，我都有点惊讶。你看，滴水不漏。哎，你开始之前，其实我还是挺慌张的，因为那个水看上去还挺慢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这种动力的顺跟整个啊，因为这台车搭载了 GVC Plus。其实开这台车，它简直就是一个开挂的模式。你知不知道 GVC 是什么东西？先说，告诉我 GVC。Geography Vantage Category 是 Vectoring Control 矢量控制。你在过弯的时候，你没有发现就是你是不需要做过多的修正的。是，其实它的这个 ECU 就在控制你的这个喷油量，去帮你做了这个脚步的微操，所以你的方向盘就不需要因为过高或者过低的速度一直在去修正。像我正常走这条线路的话，我经常会走得比较慌，然后不断在修正我的方向盘。所以就是其实有可能我自己是开不了那么顺的，但是它通过这些，你是一定开不了这么顺的。我今天就是觉得自己开车特别的顺，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些老司机，我特别喜欢修正方向盘，就跟那个车较劲。对对对，但是有了这个 GVC 系统呢，它就是能让大部分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种就是开车顺滑的这种感觉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，一滴都没洒了吧？来看一下，真的里面一滴都没有啊！这里，我没想过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，而且有拉转速的，刚才我也有点惊讶，这个有点强哦。大眼睛，我搞得走得懂我。好了，我们获得了本关卡的奖励了，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拍完了，收工了。到了，我们可以去吃东西了，去换取奖励了。其实你知道内环这边有什么好的地方吗？我们除了来跑一圈以外，最主要就是因为像内环的东豪冲街，它是贯穿整个广州这些老城区的，所以现在你看，我们现在去到最古老的这些有骑楼的地方，有很多本地的美食。你来了，69，所以河粉算是广州一种特色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牛腩啊、牛筋这些真的要吃，广州的风味是不一样的。So good， 好吃吗？酱很厚，但是一点都不腻，而且那个卤汁的味道真的好香。所以来广州一定要开一圈内环和东豪冲，是不是？其实开一圈，你基本上要吃的东西就吃完了。对。讲真，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广州最多车的内环路，它给你带来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。其实车好开跟不好开，我觉得差别还挺大的。啊，你还打包东西走啊？对，好喝，带回去喝。拜拜。